请听上帝的子耶稣，伊所讲的一个故事。这是记载伫圣经内面，有一个人，伊有两个子，一个细汉的子，甲伊的老爸讲：“老爸，现在请你将我应该得到的产业来给我，好无？”对安尼，这个老爸，伊就分伊的财产，将两人所应该得到的分，给伊。后来呢，这个细囝就收拾伊的物件，到较真远的所在去。伊过着一款罪恶的生活，并且浪费伊的金钱。伫伊的金钱用了的时阵，拄拄迄个所在是最大饥荒，伊就真正艰苦、夭饿。后来有一个人请伊去看伊的猪群。伊甚至愿意食猪所食的饭，但是无人通给伊。后来，伊开始笑念，伊安尼想：我老爸厝内有真多的长工，米粮是偌充足，我竟然间来踮的这个所在来受妖饿，无，袂使，我着起来，到我的老爸迄个所在去，我着甲伊讲：老爸啊，我是得罪了上帝。佫得罪你，我袂配你做你的囝。伊老爸见到这个细囝的时阵，就甲伊的老婆讲：赶紧去摕遐第一好的衫裤来给伊穿，摕手指挂伫伊的枕头啊顶面，将鞋穿在伊的脚，而且咱着开大的宴席，来予咱遮的人，逐个人为着我得到这个细囝来欢喜。因为我这个细囝是死去，而国外是胖子，搁再找着。主耶稣讲这个故事呢，是伫听候因为犯罪而甲伊分离的人，话通搁再回头倒转。咱大家人拄拄是亲像这个浪子，咱伫这个罪恶的世界内面是丧失去、胖子，咱常常做错代志。但是，若是咱会专心悔改，上帝是伸手伫咧听候迎接这个伤痛悔改的人，咱应该着悔改，着信靠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伫天顶是有欢喜有快乐，因为地面上有一个罪人是已经悔改。朋友，咱天顶的爸也伫咧听候你倒去到伊的怀抱内面，朋友，你何必伫这罪恶的中间伫咧流浪？赶紧回头！只要你知影你家己是一个罪人，只要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，勿为你的罪死伫十字架顶面，并且搁活。但现在是神接纳人的时阵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，请你立刻就诚心向主耶稣来祈祷讲：主啊！我相信你。咱应该要相信什么，才会通得救？咱要信主耶稣，安尼你甲你的一家就会拢总得救。你要大声明白下面这几点，然后才会通相信。头一点，你就知影咱是犯了什么罪。第二，你就阁知影咱必须对罪恶的中间被拯救出来。第三，你就知影你袂通将你家己对罪恶的中间救出来。第四，你必须着知影罪恶会将咱送到地狱的内面。第五，你就知影只有基督耶稣才会通将咱对地狱的中间救出来。安尼，咱为什么才会通对罪恶的中间被拯救出来呢？只要靠着神的恩赐，你就会通对罪恶的中间被拯救出来。神疼咱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。咱若是信靠伊，就会通得到救。咱必须着相信基督，为着咱的罪来死。伫三日后，伊对死的内面搁活。
并且要相信，叫伊对死来搁活。圣经讲，你若是嘴内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心内相信神叫伊对死来搁活，就必然得救。因为人的心内相信，就会通称义；嘴内承认，就会通得救。你若是倚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未通得到称义的代志顶面，信靠这个人，就会通得到称义。咱必须在人的面头前承认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讲：“凡人在人的面头前认捌我，我伫天顶的父面前也要认捌伊。凡人是伫人的面头前唔承认我，我伫天顶父的面前也无要承认伊。咱必须要承认伊，并且要伫众人的面头前为着伊来做见证。咱的主伫圣经的中间曾经安尼讲：朋友，我对恁讲，迄、那个死了以后，未通搁再做甚物个，咱毋免惊伊。我要指示恁着惊的是甚物人，咱着惊迄个死了以后，搁再有官兵歇伫地狱内面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着惊伊，咱着敬畏神的话，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。耶稣徛伫迄个所在，大声讲：“人若是嘴大，会使到我遮来啉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是无食着我，无人会通到爸迄个所在去。神赏赐你，予你有一粒的心。你若是用你这粒心来相信主耶稣，安尼你就会通得到永生。愿神祝福恁。”